静心
甲野兽中是可咒骂的，你也用巴肚行路，一生日日吃土。我要将仇恨放伫你甲女人，你的后代甲伊的后代之间，你的后代要踏碎你的头壳，你爱伤害伊的脚筋。阿东甲家己的妻子号名叫伊娃，因为伊是众生的母亲，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，答秋英。创世以前，已经在基督内拣选了咱，伊特别嘛拣选了玛利亚做救主的母亲。现在咱来聆听这篇的读经。共读圣伯罗宗徒的一幅数人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甲父受赞美，伊在天顶。在基督内，以各种属神的祝福，祝福了咱。因为伊伫创世以前，在基督内已经拣选了咱。Amen.
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天使加伯奉天主差遣，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拿撒勒的城去，到了一位童贞女那里，她一同大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，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。天使进去向她说：“万福，充满恩宠者，上主与你同在，在妇女中你是蒙祝福的。”她却更加完整，更加信心，得到听天主的喜爱，得到人的接纳。第一篇读经《创世纪》，咱知影啊，人犯了罪，提来提去，查甫的杀乎查某的，查某的讲，迄尾蛇甲阮害，当然迄尾蛇无会讲。伊是使来害人的这个一尾蛇魔鬼的化身，所以天主真公平，罚了人嘛处罚了蛇，蛇伊就爱用伊的不道来蛇来爬来爬去，爱食土过日子，人就爱流汗流血。爱做才有通吃，而且查某人伊若要有后代，得到后代，伊就爱有生产的痛苦，有这个过程。所以人受了处罚了后，就伫痛苦的深渊当中啦，会当讲乌天暗地啦，自卑。自叹，什么人会当救我呢？其实好理解，在天主处罚了人，伊嘛予人有一个原始的福音，就是讲啊，伊要将这个修行放伫你迄尾蛇，甲一个查某人，人讲哦，以后咱知影就是天主第二次的创造，第一次的创造。
爱的天父，你为了拯救人类，你从人间拣选了一个全然无瑕的、这合乎你圣意的女人玛利亚，你让你的圣子耶稣接着她。献曲，我要真心奉靠。
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。”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新的的奥迹，进入我们参谋你的身世，我们歌颂你的功功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总主教伯德禄以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嘛，虽然怀着好我的兄弟姐妹，并今日虽然阮的祖先
家属过身去的人，祝分享建立光辉的信用。求你垂念阮这人，使阮当甲伊甲天主主母同圣婴孩玛利亚、主先创造，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，共享永生，并使阮察着你的圣主耶稣基督赞美你、荣耀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而荣耀，借着基督，血染基督，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使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，请大家互助平安。平安，平安。
权大赦礼，请起立。可敬的博多禄宗主教，由于天主及宗座的恩赐，担任高雄教区主教，经历罗马教宗名义，给予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宗座降服，凡真心忏悔告解并领过圣体的，能得全大赦。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为我们的宗主教博多禄及慈母教会祈祷，并请与教会共荣，生活圣洁，走向圣德的道路。将是有点变低的尊大下，来为高中的弟兄来做祈祷。在天我天父家，我天万里面变现，你国人间，你自心念，一地如一天念。我天万里，给你一我，我日永永，一面我在，如果一面无我在家。有不我的下面有答，来求我一条我阿边。心灵好，玛利亚，我必先听见。注意你家言，预留你为赞美，你太主耶稣变为赞美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点水灵，因你天主给我点祝福阿边。天主父，天主子，天主圣神，我愿你的公言，将世如何，及罪人，一道永远，一世一世，阿边。将是请大家按头接受宗主教的感奉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天主是救主基督，又同真圣母玛利亚诞生，救赎了整个人类。愿他以丰富的恩宠降服你们。阿们。你们透过圣母玛利亚领受了生命之主耶稣基督，愿你们时时处处体验到他爱的无忧。阿们。愿今天怀着热忱来参与他庆典的人，能满载深深的喜乐，和上主的恩宠而归。阿们。愿全能的天主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接着圣波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转求，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你们去宣报福音吧。跟我们宣报弥撒礼成的是昨天下午刚出炉的新的执事，还热乎乎的啊，安宁执事，我们谢谢他今天礼中为我们服务。请主教及神父执事到祭台前集合。
合我们要大合照。100多个奖。